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来先宣传一下大师的天气节手游的社群啊。那如果大家对之后天气节手游有兴趣的朋友们或是观众朋友们，那可以先扫大师的这个手游社群，大家一起来互动讨论。那我的 QR code 在画面这边，那自行扫一下。扫完之后呢，会叫你输入密码啊，这个密码是334567八，是334567八。那 LINE 的社群是不会有你原本的大头照的照片跟你的名称，然后他你在进入社群之前呢，他会叫你选一张大头贴跟。设一个名称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。那有任何问题，就是可以在上面互相的讨论，那其他的朋友们也会跟你互动。哈哈，那记得加入之前先打声招呼，那大师知道你是谁跟哪一位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影片开始吧。哦，又是默许机关。前辈，我们要见面了。来得正好，帮我修好这副机括。这是机括，它怎么能自行运转？机关之术乃是墨门名鬼秘技，其间原理未不知。你偷窥墨举弟子，竟也不知？我说了，这是名鬼秘技，怎会外传？但这台没准还真不是名鬼所修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先得保下这机括，才能知道我想的意思。对，还是不对？那些小的机关蜘蛛是为了毁坏这机构而来，并会强攻我们。你去护我左右，若是有强硬咒术，亦可施加我身，使我修复速度更快。OK， 哦，是要给他修理，对不对？加把劲！这些机关蜘蛛越来越多了，大家小心，他们倾巢而出了。成功了。这是上统的制布手法，他们到底怎么得到这名鬼秘籍的？难不成师父当年所受之事真的与上统有关？前辈，你没事吧？无妨，只是门内的反锁之事罢了。你们几个虽不是我墨局中的，但彼此连番相遇也算有缘。我虽不信命运，但确信这人与人之间的交结。接下来我说的，你们且记住：天地轮转，整正复复。灵脉经络纵横交错，生复于往，亡而复生，循环往复，终无尽矣。然尽是不可拼天数，寺庙堂居江湖，浮尘照应，顺世事而行，世事非命。非命之学原出墨局于千年，至今始本于我与师弟二人，师弟逆为主与商门，我便是这非命的最后一人。今吾将入笼，或不可而归。不能此学名于一世，遂归于你等。你等不入非命，但得非命之学，但终莫入山门。十年所修，吾只劝你等句：天命不可数，顺世事而行，世事非命。因我血，见你是名门正派，居然窝藏妖女。哎，兄弟，放人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你倒是拿出证据，说这姑娘是妖女啊！这絮絮叨叨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，一路追杀，四下们可真够名门正派的。你没看见那娘皮头上长角吗？你看看那个样子，不是邪魔歪道，还能是什么？于少龙，龙女侠，你倒是说句话！你不是说四下们的元掌门不是暴毙，是被新人所害？这回不拿出来说说话？没错，五年前，金色四象门掌门，呸，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！你这到处诋毁我四象门西掌门之名，我等奉掌门之命前来捉拿，且不看我今日撕了你这嘴！呦呦呦，急什么？这没这回事，气急白脸的做什么？你真以为我看这古城没带人来？有人，你倒是带他们来啊！你这声东击西几回了，还来这套？我看你哪来的英雄？真凑巧，快来帮忙啊！
各位，我今日是向门清理门户，闲杂了还请退避，否则休怪我四向门不客气的。姐姐说这话说的，那头是我们朋友啊，怎么能不管不问啊？至于我们之间，那可是不用客气呢。别和这娘们废话，有这急疼鹦鹉血，我看你这元俊这下怎么过来？哼，看来你们是早有布置，那方才磨磨唧唧的又做什么？怕杀了我这天雄本的不好交代？都这个时候还瞒着套话，你自己先撑住了，我们就想法子过来。什么法子？我们怎么过去啊？那边那人看守着的那个地方，应该是火集体机关出发的位置，得有人设法走去那处。成功了，地面恢复正常了。有两下子，这下我们可要动真格了。口气不小，那就来吧。都等着干嘛？全部给我上！玉子兄，快来帮忙，顶不住了。幸亏哭住了，哈哈！你们以为这完事了？援兵到了。你们和我一道施咒，犯者必获钱。接听我号令。你们竟然使这等驱使妖异之术，好个四象门！对付你们这种邪门歪道，何须讲究？今天天玄门少主还有这些人，正邪不分，或这妖女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我这是替天行道。这两位就是我此前说的同行者。啊，那个红衣姐姐，我姓雨，叫少雨，少龙，你们叫我小龙就好了。嗯，这姑娘你好，小龙啊，小龙啊，你笑一个吗？怎么愁眉苦脸？喂，那只鹰，你们要进高山古城吗？林公子，你们高山古城是为了何事？此处怕有异变，你们若无要事，做好还是莫进其中。我正是寻异变而来的。我还听说玄冥教人正在探查地脉，而这城内乱象谣传与地脉相关，说不定能在这找到他们，找到云真凶。路上遇见离幽姑娘和烧龙姑娘。烧龙本来是四象门人，但因撞见四象门内两七八糟的事被追杀，云真据说也因为这事被逐出师门。难怪我此后去四象门打听，就被告知门内无张云真此人。没错，正如英雄所言，那些四象门的人一听我问，便神情隐晦，谣言乱转。我当时就发现不对。这么说来，我们此前还遇见四象门掌门之女，殷公子若真想知晓你朋友之事情，为了去寻那姑娘，那姑娘看来心思单纯。这样啊，还有春兰姑娘同行，你要是找人家探消息，可抓紧哦。啊，这还是算了。负心汉，王八蛋！春兰和我啊，不是我和春兰姑娘，哎，不对，我和半点东西都没有，只是一起喝了几杯酒，听了一回曲，看了一回花，一回合花前月，谈了一回人生。行了行了，我晓得了，殷公子。玉慈良，我得罪你了吗？咦，走了走了，我们进城。喂喂，我到底怎么了我？都给我扔脸！小英，你不该跟着圣女来到这。这个地方探进去，能被祖上发现。祖上不记得那么多的，也就不会知晓这些。圣女此番去清除祖上心念的残念，她应当一直在这么做。只有这样，祖上才能一直是幽皇。也正是因此，圣女才不想祖上离开幽界。哎，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找刻板就找刻板，做什么偏的这般。将军，你曾在何处见过九婴？世人都说被穿透的傀儡无魂，但我就是知道不是这样的。什么？和你说的故事吧。当年圣女还不在，玄冥教当初蛰伏此界内，我就是那柄祖上手中的刀。出鞘必见血，
但我白手有二不杀，一不杀瞎子，瞎子看不见我；二不杀哑巴，哑巴说不出样貌。但是那天我忘记人还有手，那天我刀上还挂着红。我见那女孩又瞎又哑，便转身受了刀。但那女孩在我转身瞬间，对我捅了一刀，我顺手杀了她。但那时我还没改自己的规矩，所以我杀了那时候我不该杀的人，所以我记了一辈子。我知道有时候有些事不该被记一辈子，但道理是道理，记忆是记忆，记住了就是记住了，就成了不讲道理的事了。将军，你看，有时候有些事就是这么不讲道理的啊。相信两方互成恩德，非命生不独性命运，但交结已生与诸位小生已成渊源，此方非命将行决绝之事，忧虑后请遂于此留宿一封，恳请诸位。木举有冥鬼一学，通创命之术，常以隐于山林，乃命计之法绝伦。诸位于上学所见机关之诸，其为其所创，今无考得山门之内，或有意见之辈行卑劣之事，求某冥鬼秘计，或为无或寻缘未得而终，或得而未告而终。然诸般以命与常与创命之间，诸位若他日逢遇冥鬼之人，可以于此信于其。其后无暗转，待诸位实力集聚之时，冥鬼会请其父与创命之间捕猎，非命后也还请相扶，冥鬼必以义务相谢。汉非命四维三门异变，皆判冥鬼莫门永续之所非命，这是托疑之信。看来非命所行之事凶险万分。还有没了？哎，那、啊、其他人的，你等一下，不能点了。你们家有什么瑶光什么符的，到家也飞来飞去的方便。小赵啊，你想买符是你的话，直接开口，我那样不送你的道理，你说是不是？谁要你的鬼画符了、啊？说实话，你跑到这里到底是做什么来的？这么凶做什么？早说来顺藤摸瓜了，找故友林真来了。故友说来说去，你找你的故友，那你怎么一个人就跑来的？好歹是天玄门少主，就没门人帮你吗？对了，说到门人，之前天玄门的门人怎么还是想转移回去似的？这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是向门飞和掌门掌门说我胡搅蛮缠，掌门就给我下了禁足令，我能奈何？刚才那回念瞧见的，是向门中少阳的人根本不讲道理的嘛。云真兄也是少阴的，四相门治病之后，他去了何处？四相门为何不成他是门人？我不知道，你跟他死了就是了。姑娘，你既会那么说，那定是与我故友有些渊源，一面之缘罢了。他昔年就说要去找容忍他的地方，于去不返，你等他死了不就行了？你莫非知道他加入玄冥教？他难道不是打入内部围？为了少侠为何要做这猜测？了无意义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，找到想要的去做了，那便是好的，死而无憾。没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因人故有，只能加入玄冥教。没错，但又如何？区分正邪者，实在愚蠢。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姐姐，你叫我。没错，这个姑娘是有什么要事吗？没错，那个什么事情呢？姐姐名字和人一样好听啊，不是，是一样好看，至少没有这样的脚。好吧，多谢姑娘。陈氏是四相门人。没错，怎么了？你知晓十五年前那时候的事情如何知晓？全当我没问吧。问这些又有何用？即使四相门正与我家所有关，而今山高水远，根本去不得，我早该把这些都放下了。玉溪，你要小心李佑这个人。之前我问你为何带他同行，现在怎么又来说这话？你别管，反正当先邪就是了。
我本就觉得他有些古怪，此前他与我说的话似乎是知晓我家丑，还有石轮公收养我的。什么？于西？嗯，无事。还有些事似乎意有所指。他究竟是何人？我只是有些话也罢了，还是压下不提。你记得出没当心就是了。小侠客，何时你有些忧愁？这么明显的吗？也不是，你可以当作是我感觉敏锐。那天玄门的人，你觉得如何？什么如何？依幽和他不熟，他像是有的事瞒着你们，你们自己也这么觉得吧？你没觉得啊？说这个倒问的美人儿你呢？你既说他本是与你同行，那你可知道他为什么来这？为什么一路往西域来？他在找地脉。嗯，我知道。然后呢？他有提起过为什么找吗？世上寻地脉的不过两种人，其一为权势，二为探世间之秘。探世间之秘，这话怎么说？世间之秘终于能探究，你以为地脉究竟是如何所化，又通往何处？此乃其一。至于其二，只是这地脉与这世间会有何种用途？总归不会是什么龙脉，以为找到龙脉就能千秋万代、万事大吉呗？想必是不能。但流言蜚语总也不会是空穴来风。况且不论帝王将相以为地脉能带来些什么，但就说得以掌控这些消息一条，未尝不是对身份的炫耀。就和你这双金铜一般，不常见的，总能代表一点什么，不是吗？这是那种上古法阵，怎么这古城也有？这或许有其他的法阵碎片，我们分头查探吧。英雄几个跑到哪去了？于西，有没有发现别的法阵碎片？哎，乙佑，你在看什么呢？你以为法阵抽取灵气只是因为附带的效应？这些法阵建立的目的该是为了扭转地脉，如此一来就像是成了上升的漩涡中心，灵气自然就被顺势抽取出来。这显然是女娲的手笔，借地脉之力，但能完成不少安排。难怪神阙宫似乎很在乎这些法阵，莫非这些法阵和传说中建立的天幕有关？哦，那或许是这样吧。没这么说，大陆上遍布的法阵用了地脉的灵气，就为了支撑天幕？这个我可就说不准了，本来也是听说的。依我们此前所见，这法阵常引得妖魔汇聚，这我却没见妖魔，想来法阵是坏的。兴许是地脉流向发生的转变，地脉像是会转到了地下河一般，会不断逮到，等大片范围都无地脉流经后，这出法阵也就失效了。地脉改告，于西。嗯，但高山古城外异界乱象确实存在。兴许还有一些地脉尚存吧。科盘不该是沿地脉走向上路的吗？哇，快跑！这不对劲啊！怎么回事？这些地面，这才是真的异界乱象吧？你们快离开此域！这姐姐我，快走！正后方城门尚未被此异象影响。姐姐我，我们先往那边去，那边有个命道口，我们走。这命道传说该有通路出去。看来现在有这一条路可以选的。哈哈哈，就有一个大石怪出现。糟了，南路狗爬出来了。看见了。总算再度得见人间之景，真是怀念啊，这丑陋诡谲的人间。再度得见，这应该是煞没错吧？煞不是使凝聚而生的吗？何来再度得见一说？喂，不想看就闭上眼睛别看呗，当个瞎眼的智者，自己骗自己一辈子不就好了？我们的意识都要逐渐恢复，岂会视而不见？这话
似乎在何处也听过，煞究竟是什么东西？成为我的一部分如何？这世间所谓存在，其实有不同的形态呀。别管这怪物了，我们得在这里的地面完全被侵蚀之前逃离这里。没别的路啊，我们得清除这只煞才行。时间不多了，早点突破吧。煞气越来越重了，已经凝聚出十之远了，再不走可要交代在这里了。答应。那万幸，我们快进密道吧，这边区域怕是很快就化作虚无了。现在白某将白手回报的消息是圣女进了高昌古城，你这神情是想起你曾在高昌所为之事咯？什么意思？我曾去过高昌古城。哦，看来你所吞噬的混沌化力已经将你本体吞噬的差不多了，你曾为保留那些记忆费心费力，最终将其留在冥界，但现在你甚至不记得自己忘记什么，要去何处才能找回？所以这才是你急需得到科盘中的星耀之力的原因。你真是越来越了解我了，那么你不妨猜一猜，为何星耀之力能助我炼化你，炼化混沌所化之力？哎，你连曾经的记忆都不甚完全，竟还是没有半点长进。你以为星耀之力真的会为人掌控？你所以为的，你所想的，甚至与你所做的，你能确定真的就是出自你的本心吗？这并不特别，传说此间是迷宫，但现在所见却满不是如此。那估计是百年前来的传说了，但是却有记载说这密道因乱象而成无序的断片，这百年来的时间故意乱象之浮动而上到了古城上吧。我觉得不像，城内崩塌乱象更像为了阻止人进入古城，又或者是为了将人逼入这密道。逼入这密道内，这又是为什么？难道是幽先生？那不可能啊，若他的记忆残念藏在这里，他绝不会与人进入的。那只鹰一直在找张女真这个人，你怎么一问起这个？射向门之壁后就刚这个人死了才是。没，你既然这么说的话，肯定是认识这个人啦、啊、你和张女真是不是有一些渊源？一面之缘罢了，他行礼说要去找那龙汤的地方，一去不返。陆英公子再问起此事，并告诉他，让他且当云真死的。你是不是知道他加入玄冥教，成了玄冥教双死之一？他是不是为了查探什么才加入的？你为何做这猜测？了无意义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，找到想要的去做了，那便是好的，死而无憾。没。世人皆以为人世有正邪黑白之分，着实愚蠢，此非愚，安知愚之乐？理由，你差女到那里来这的？差女，我想来此处便来了，除去那个人，无人能灭我行事。再说，其实当初听他行事，也是我心甘情愿的。没，除去那个人，那是谁啊？一个很重要的人。生命中很重要的人，但或许实际上也没有以为我以为的那样重要吧。很重要的人，听过神阙宫中的人其实早已尘世了无千年，你倒也特别。雨姐姐在说什么？难道美人儿其实是神阙宫的人雨姐姐认识？那尉迟哥怎么会怀疑她是玄冥教圣女啊？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倒觉得没有特别的，于西，至少我无法抛却仇怨，背负食人宫的使命，你究竟怎么想的？若你知晓我灭门因由，还望告知。我知道其实并不多，若我若是你，必会寻根究底。应该是寻根究底吧。我进来其实也犹豫，但想来时日无多，
再多不甘又何用？你此前说成年上古法阵中有十轮仪轨之律，十轮仪轨应该是一种祭星之仪，古人或是通过法阵达成与星耀共鸣，借此获取星耀的力量，预知灾祸。预知自然是穿越时间的，否则你以为斗转星移这个表示时间的词从何而来？这么说来，十轮仪轨也是星耀的力量吗？科盘以星耀之力炼成，追根溯源，岂不是和十轮仪轨一致？十轮之力实际上是星耀之力。我们此前推算来看，科盘应该沿着地脉方向上路，所以我们找的东西正在这，要是不在怎么找？我们一路也没少找出一个地方，不过在此处也只能接着找了，还能怎么办？羽西，我们打个赌如何？我赌科盘不在这古城范围内，我们赌一个愿望。还和小时候一样吗？你是能召唤出阴灵的人，是能看起来简直和神一般，怎还来和我讨一个愿望？羽西，你这么说话倒叫我觉得你其实猜着自己会输。现在你也不用一直待在石轮禁地中了，不用和我讨要山下那些新奇玩意儿，你的愿望我怕是……哎，何况你的愿望以你现在的能力自己就能实现了。其实不然，李幼姑娘，有些愿望是自己无法实现的，即使是神也有无法企及之处，比如凡人的心扉。这个印记是双头天蛇，双头天蛇传说中罗喉神的标记。这标记为何会在这里出现？古神殿的法阵不该是和倭皇有关系吗？怎么这个又出现罗喉神的标志？两者即使同一出现也很正常。罗喉虽为罗喉眷族炼化而生，但其与伏羲女娲同为创世的三皇。创世，但后来所为就是为了灭世罢了，否则也不会那么多幽城，有什么新鬼科盘？幽城若降世，如果便将重现世间，将死散布此间内。且不说你所言真假，这个所见印记可只有蛇尾，挖黄也好，伏羲也罢，不也就是人手蛇尾？怎么认准了这印记是罗喉的？这印记纹理应该是另有玄机，南墙万境旁的妖魔，或许还是高山古城内乱象的根源。由此看来，自然是炉火的标记。印记虽有些年头，但想要追不到这么久远，或许是玄冥教的人留下来的。现实中知晓炉火标记用法的人屈指可数，既然不是我，那想必只有幽皇了。看来这个也是他常念自留之处。没，前面果然有妖魔。这些是植物还是妖物？都为何一动也不动？这是地界森林的冥鬼，是不是为何出现在这密道中？但此刻应该是陷入沉眠，又或者被封印了。我们还是不要惊动他们好。我们手脚放轻一些，从这通过就好，别惊扰这些妖魔，否则怕是有些麻烦。此地像是被石彻底侵染了，不然也不会出现冤兽。将军，留步啊！看样子将军是刚从幽皇那出来的。行使行李有何吩咐？圣女其实为了消去幽皇过去的残念，才进高山古城的事也不是。你既然这么问，想必是从祖上能得到答案的，何必再来问我？将军既然这么说，那想必也是已经知道这事了。小九儿也跟着进去吧。你有何证据？证据？哼，笑话！我赤练什么时候讲究过证据？我是衙门还是怎么着？将军啊，你想保住那小九儿，那为何还效忠幽皇？圣女是炼化而生的神呢、啊。幽皇不过是不知为何附身的生灵。祖上对木木匠有治愈之恩。既然这样，
那若是修皇要杀的小九儿呢？毕竟他一向不喜欢背叛者。多上给你下令了。嘿嘿嘿，暂时还没有。但这是因为主上还不知道小九儿也进入了高仓地下。将军啊，只要除掉圣女，就不会再有人知道小九儿进过高仓地下咯。你觉得呢？你为何要一直想去除去圣女？将军啊，世上能有这么多事需要理由呢？世上每人都能和你一般，什么符文印记都知晓。没错，但你说起祸谎伏羲，我倒觉得这看法很特别。我本以为只有罗侯之态是双头天蛇流传下来，便以为以此为标记。我以为一直这么以为的，不知李幼姑娘为何提起窝皇和伏羲。都说了，这两位上古神子也是蛇尾，况且这标示是两条天蛇，不是一条。当然了，我也没有证据这么说，这些都只是猜测而已。猜测？不过听起来确实有道理。双头天蛇的标志创世三皇，倒有些意思。好，又遇到降魔师了，各位如何？没有受伤吧？没想到被你给救了，难不成那座石壁就是你预见到我们在高山附近钻进的险境？是的，阁下来此，不会是专门为我们解围的吧？解围是其一，其二是我恰好来此探查，之前从药神那得到的消息。我看呐、啊，你其一是大乔沙喜，其二才是救我们吧？探查。先生探查之时，以我们秘法，以你们秘法探查万物，但这秘法使用时需要有人回环左右，对吧？果然没错，什么来救我们？明明是在找几个扳手罢了。辛苦诸位。注意那些药物。OK， 好，少侠后宫。那我可以继续探查了。有追查到什么吗？有人曾以时间聚集他们，试图以某种方式控制妖。控制妖？有这种术法，我闻所未闻。此事便是我未曾预料。哎，有哦，后面是宝箱了，太棒了！一个十字印。好，走一个高仓密道，该不会是地下土吧？哦，这个好怀念哦，打那个是饕餮，打饕餮的地方吧。高仓古城既早年被妖邪覆灭，既然这样，那你从前与我们说你来自高仓，李姑娘，你此前确实提起过，当初之事就是我欺瞒你们，是我之过。但为何？但那何？那会儿我们萍水相逢，虽对你们相救，但也没有必要必须自报相本的说法。我们并未相问，李姑娘何苦欺瞒？欺瞒？此话怎讲？我便仅是随口一提，想告诉你们我的姓名罢了。你们一行所遇之等，就拿殷公子还是少龙姑娘说吧，你们就知道他们没有事情瞒着你们。真是可笑。好了好了，我觉得这事其实还是等等再说吧。奇怪，柯凡真的在这吗？若是柯凡当真在此处，那于西不该先想法子将其他的引进别处吗？这面镜子难道是传说中的那个？嗯，怎么回事？突然这么安静。于西，依依，李佑，你们去哪了？人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幸亏柯盘还真的在高山古城内，但柯盘应该是沿着地脉渗入才对啊。地脉既已改道，不是流进古城，不行，还是先去看看柯盘。
哎，于西，科牌和他，你选一个。阿良，救我，救救我，别选科牌了。可恶，你给我放开于西。不对，于西根本不会这样说话。选科盘，快！小不点，不对，这个也不是小不点，这个的一切或许都不是真实的，是妖魔幻化出来的，还是都像是在试探我对科盘的态度是，对科盘的是何态度？还是先试探一番再说？科盘，我要定了。你们十人功绩罔顾生死轮回，欺世盗名，提什么天下苍生？消失了，所以这一切果然是幻觉吗？那这里的科盘又是……你觉得这是何处？幻境。确实，但却可也不只是幻境。你是何人？反正不是这场幻觉安排中该出现的人，至少我不是将你困在此处的人。安排中该出现的人，他可从没想过你会在这里遇见我。事先曾有言，会有人召唤过往的人，就是你吗？原本还以为会是夏侯，没想到却是……你和我想的很不一样。什么意思？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你究竟是谁？打算做什么？你猜？让我看看那些本该已消失在时间中的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过去之人一言不发，有如傀儡，这样再现于世间，真是毫无意义啊！喂，人你也看见了，满意了？现在你还想做什么？别这么戒备啊！你想去看看科盘，那就去吧。从我的身边过去怎么样？我看你嚣张到什么时候？我打爆你！哎，等等，还有这么多吗？等一下，我打完就没了。等一下，他也太弱了吧？哎，他会打我！拿到十字印，我打你，应该打他吧？什么情况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你细数过漫长的过往吗？一旦你这么干，你就会渐渐的忘记自己是谁，和我一样。有病吧你！阿亮直接开枪。现在你能得偿所愿了吗？科盘就在那，快去拿吧。你究竟在哪里？说话啊！无处不在。看你的眼前。难道变成这些妖物？这科盘是真是假？哦，你觉得呢？别跑，科盘给我！你想要？
我以为这只是石文公要求你做的事情呢。不过你想要，那就来吧。一只，两只，三只。可恶！可玩给我，可玩是我的。这才是你真实的样子吗？不，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。你究竟是谁？想做什么？看看你的样子啊，年轻、莽撞、天真。曾几何时，我也看见过这么的一张脸，悲天悯人，自以为秉持正道。结果呢？哼哼，我们不妨打个赌，看看日后的你会不会有天想一刀刀割下自己的悔不当初，用那些悔恨的残念，找出无数、无数个这样的我。这是玄门，你们要跑出什么？现在局势不明，最好先封锁玄门，免得多生变故。来吧，看看玄门里还能出现什么样的惊喜。还有，科盘，这是假的。在这幻境中，怎么会有真实的东西呢？不过你自己想要科盘这件事却是真的，不是吗？你想要拿新鬼科盘，不为任何事、任何人。毕竟是你的身世、你的秀命，都在幽城里呀。到哪里去探究其中的秘密？这才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，不是吗？你不会让石文公毁掉科盘的，不是吗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既然你这么想要这东西，那好心提醒你一句，当心你身边的人呐、啊。石文公可是有法子能彻底毁、销毁石心鬼科盘呢、啊。玉师哥，你总算回神了，美人儿姐姐和玉姐姐吵起来了。没错，情况不是很妙。你是借这里的乱象之力，发动了石文公的幻阵吧？欢迎你们一道同行，居然做这种事。此事我自有分寸。阿路，你也没觉得于西这般行事？玉慈，阿良，你，玉慈，你知道方程你所陷入的幻境是怎么回事吗？我知道，这是我和于西的事情。你一个姑娘还是先，哼，不是好人性。美人儿，这地道民工似的，你别一个人乱跑啊！雨熙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是说，实际上你从来都没信任过我？阿良，我很高兴你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你终于还是走在正确，不，是你认为的，司任公认为的，才女认为正确的道路上了，是吗？阿良，这样的试探。你还要做多少次？还是你们早就觉得我就是个废物，还是就是个面试之姐？于西，从开始你叫我保管科盘开始，我就猜到了，你们觉得我是罗侯眷主是不是？拿到科盘的人，我和科盘之间就有联系，你也知道，是不是？你只是要判断科盘到底能对我产生多少影响。是不是，于西？你告诉我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才不是这样的。
我宁可我自己死，也不愿。但有时候，我要怎么样呢？阿良，你不知道家破人亡的滋味，你不明白世尊死前的嘱咐，你未见实在造成的生离死别，你不知道，人有时候没法只为自己而活。我宁愿世间没两条路可选，我宁愿不去想，我宁愿只是遵从师妹。我为什么要去想？既然一切都已经写定，既然一时之法就能将这些事都交由百年后的人去面对，那我就只想这么做。阿良，你告诉我，我有选择吗？那么我的选择就是让你沉迷在梦境里，直到一切结束，尘埃落定。什么意思？传说一些人能毁掉新鬼刻盘，代价是命。既然已经到了这，我们不妨就先进这洞窟吧。恐怕离开的出口也得从这儿通过。于西，你们的话我听见了。什么？你？其实我之前这些就想问你，你为何这般忠于你的师门？我的责任，这样吗？责任？那到底是我们被当作责任的载体，还是我们选择了背负这些责任呢？这兴许是两者兼而有之吧。我们以为的，真的就是我们以为的吗？那为何困扰烦忧呢？世间选择总两难吧，但有时候我们还是会选择为何而死吧。这或许是最后的自由。你就再无值得留恋之事吗？有，但那又如何呢？若天地毁灭，那就连最在乎的也会消失吧。那为何不去争取一次呢？为了自己所念所想活一次，放开那些事情，只是为自己去活一次。扭曲的地脉重得其律，早已该消失的古城重现，昔日我常念的那些残念也在地脉转向的地方重新浮现。可我是何时藏下这些残念？我为何不记得了？你终于意识到黄埔生的记忆在消失了。不过从发现玉池阳的离顺地脉时刻开始，你不也得到了护庸的记忆吗？不然你怎么以为自己怎么会一直就知道地脉流向重归于初，就能让被分割的楼兰古城回到原点？黄甫生、护庸，我到底是谁？你不过只是一缕楼记魂，是霍庸的，也是黄甫生的。所以不论是遗失的那些，还是你得到的，都不是你的记忆。你看，我们其实都一样，我们都是记魂。你，哼，你不过是个失去一切的亡魂罢了。是啊，我遗忘了太多的事情，甚至已经不知道我忘了什么。我只知道我每时每刻都在遗忘着。但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如此呢？记魂不若寻常的生灵一般，甚至不及阴灵，在这世间驻留的每一刻都在被燃烧消失，甚至会被某些规则所吞噬。你也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。我是被规则困束的，那我便用我的力量去打破这些规则。若力量尚且不足，那我就去夺得更强的力量。我绝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吞噬。那我就祝愿你
助人找到你失去的东西。祝你能一直记得你是谁，就像曾经我也记得我是弥南那巴，而不是不动尊者。律师，嗯，你找我，没错，你所有的方式都是叫我想起一个人来。无所谓，你想起谁？你不是不想让于西跟着吗？我有办法带走于西。姑娘，你给我相视不过数日，加上你说话的方式，让我回想起那个人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别无选择，你不想他死不是吗？你接着说。我朋友在城外不远处布下法阵，能短时间内制造玄门。玄门那一头大致连通至甘陀寺木高窟连线，若运气好，甚至能将他送至陇南附近，这样他就无法再追上来了。上回我们本打算把游戏偷走，但中途出了岔子，若你不放心，找那陆昭仪与他同行便是。等等，偷走于西？你们想做什么？上回遇见玄门法阵，是你们搞出来的？是，我没有法子净化经脉中凝聚的石，那时就已经想把姐姐偷走了，没想到撞上西哥，只能先放出怪来，不让这两个人撞进玄门内。没想到那时你们又来了。先不说有没有想带走于西的意图是什么，但就听你刚才这么说，我都觉得你和你朋友不牢靠，万一把游戏闯去怪物堆里，是意外，有意就有恶。我想想吧，我大致也猜到你为什么有办法净化境外中的石青蓝的，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。你不需要知道，别来套我的话，只是看在姐姐与你关系不错的份上，知会你一声罢了。姐姐，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？去罗布泊找柯盘。那个，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？那时候你也没一心惦着柯盘的事，为什么现在却？那时候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现在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身世吗？但身世有那么重要吗？能想那么清楚是的，其实无非是从他以来将我何处去吧。阿良，别吹尺八了。雨欣，你其实这都知道，这是尺八，我下山给你买回来的，怎么可能不认识？那你为什么之前一直说这是笛子？尺八身属于这片黄沙，但我不想你的命运与此有所瓜葛，一切为人记忆的传说，背后怕皆是半生漂泊，一生唏嘘。于西，你又离开之前都和你说了些什么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那最后一块磕牌究竟在何处？你现在为何突然这般关注科盘呢？人生总有期待也不相符的事情，就像我召唤阴灵，这绚丽的开端也无法决定结局。你永远不知道揭开星光神秘的面纱，是否要像揭开被子，看见了高老丈。你莫逗我笑，你到底想说些什么？雨欣，你记得吗？你曾说我们的路，不再越过龙居岛往北的茫茫大漠，但实际上呢？兜兜转转，我们到了这里，我们还是到了这里。这只是那时一切机缘巧合，只是那时候一连串的必然。于西，历史的必然，世上最大的阴谋，最大的战争，最大的一切的一切，背后总有那些必然在。所以科盘究竟在何处？罗布泊地下，那里曾经是楼兰下部藏匿之处。好。好，十四幕解决了，然后我们要进行第15幕了。